开始广播哈，他按一按之后就开始广播，那我这边可以实时监听。嗨，大家好 ，Boss 这边拉迪赛，撸拉撸精彩，一日一直播，业绩往上冲。那今天呢？现在是上班时间啊，估计呢人数大约是在22人左右，不会太多。那为什么估计的这么精准呢？哦，因为这里面就22个员工呗，一人按一次，一定有22个，是不是？哇，跳7个了，真快！谢谢呢，感谢你们这样子帮忙。哎，建鹏你好，老建鹏66666，你顺我顺，大家顺。现在担任直播的是 Insta 360nano 后直播，非常有趣的东西。哦，昨天笑了一个晚上。哎呦，有不是员工的哈，建鹏，哎，是，你第23人了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直播。今天精彩了，今天会有4直播 ，Insta 360直播教学。乐本阿查30直播教学 ，Mivo 直播教学 ，TerraDeck 直播教学，王博麻烦 GoPro 上去好吗？好、哦，今天4直播，那4直播呢，玩得越玩越凶。哎 ，SI Chen C H A N G S I Chen， 哇 ，S I Chen 你真的很铁粉呢，真的，我只要上线，你几乎都会过来，太感谢您了。哎，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记得出示您的这个铁粉记录哈，麻烦出示铁粉记录，那这个柜台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好，声音 OK 吗？谢谢啊，谢谢。好，麻烦到会计室按一下，看你们的那个视觉效果如何。好，那这个干扰昨天又来了哈，教大家记得。这个线呢，要把它展开，啊，这个麦克风已经上市哈，这麦克风叫比 BOSS 大的那一只麦克风，啊，很便宜，这只麦克风叫比 BOSS 大的那一只麦克风，声音效果不赖，好，另外一个直播现场呢。王博，我肯定你又插到电了。声音 OK 哦。好 ，Mivo 准备好了，来解释一下 Mivo。王博，这声音给你。Mivo 呢，就是这个主体。现在 Mivo 这个东西是它主体，一个小时的直播。那么这个呢？看到这个是电池，十个小时，这是一个多小时，通常一个小时而已。那装了这个电池之后，好处很多。第一个，它变成是走那 Internet 哈，转 Internet， 然后你才会有稳定的频宽，你才能够播出美美的画面，才会流畅。好，这要注意。好。王博，蓝牙耳机有介绍吗？这个，好，各位，这个系统呢，跟这个耳机就形成了一个采访系统，它这样就可以边走边播了，这样就可以边走边播了。感谢小五哦，这很帮忙，昨天帮我们做了评测，晚上的效果挺不赖的。年后小五他们的那个节目很多哈、哦，记得饥饿时间哈、哦，
饥饿游戏，饥饿游戏。全世界第一台哈，按三下就能够把水平解除的，啊，把水平修正完毕的，水平就修正好了，非常的方便。那没有这个天底下没有一只稳定器不歪不斜的哈，没有一只稳定器不歪不斜的，一定会歪斜，一定会歪斜。哦，端看就是说怎么去做这个处理，然后 Verb 跟这个机五搭配可以说是相当的匹配。哦，不管是开关还有位置，哦，再做一次，按一下哈，哦，红灯亮，手放掉，再来呢，是把它平躺，哦，平躺在桌面上，按三下 ，OK 了，灯很亮，最后把它打开，哎，王红龙，哦，王红龙你好，哎呦。唱歌那一位吗？王红龙。哦，啊，那谁？王龙红，王红龙。修改跑来跑跑了，啊，啊，启动。好，那这个东西设好之后呢，直播出去。王博，王博。王董，你过来一下，你帮我把那个这里直播弄出来。刚刚好像我设到那个没有公开，你帮我公开改，重改公开。还有这声音有进去吗？你再确认一下。来，好，我们待会会把 Terra Deck 的那个收音的方式。拜拜拜拜，小 VV 拜拜拜拜拜拜。刚刚白兔的阿翔来哦，感谢他，从他一个人创业当我们的创始会员。有了这么多次 BOSS 直播 ，Mimio 的状况好像是最少的。原厂套件的脚又进吗？原厂那些脚架千万别买，千万别买，晃得厉害哈，哦。再来就是说不便宜。那么这里有1250块的，你用脚踹都行的那种，又轻又好用的脚架。这只脚架呢，它原厂有附一只单轴的，就一根上来的。那风在吹的时候，哈，哦。在冷气孔它就会动了，嗯嗯，那么不稳定的情况下，不要用原厂的那个 stand， 那原厂那个 stand 其实是一个麦克风架，哈的概念，下面三只爪，中间一根棒棒，那个不便宜，哈，那怪机师这边有更好的 Mivo 专用脚架，那还有做了 Mivo 专用的什么呢？我们在 Mivo 的上面哈还装了一个灯，可以装灯，可以装。好几个热靴、手机架，什么都有哈。这个部分我们在 Mivo 的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哈，基本上可以让你用得很满意。在 Mivo 在用的过程当中，稳定性可以说是第二名，好，目前是第二名。嘿，那你们为什么不问第一名是谁呢？第一名是谁？啊，抱歉，第一名还没出来。真的，真的，真的，以这个价位来说哈。欢迎哦，杨美善你好，常常看到你在帮我们按赞，感谢你啊，感谢你的支持，美善啊。那 Mivo 最稳定，价格最便宜，然后也最实在。那全台湾的 Mivo 都可以送到我这里来修啊，我这里已经有人会修了。那因为已经分尸两台了，已经知道怎么搞它了啊。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Mivo 的部分可以带过来，我们这边会修理。那比代理商还代理商啦，应该这样讲。虽然我们不是代理商，因为 Mivo 本身是没有代理政策，他们是做全国直销。但是买 Mivo 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 Mivo 它将来你要串两台、串三台的时候，必须要由我们来帮忙，不然要靠自己把它两台、三台串成一个播送系统，其实蛮难的，有它的困难。但一台只要5分钟，保证学会。但是呢，学会之后你又要有一些技巧，如何让因为。别人拍 Mivo 跟他破冰，我拍 Mivo 的一款，大叔的皮肤磨过皮的，你看我的影片就知道，我在相面呢，很久看聊聊我，哇，这个人叫西邦啊，你得给他吸氧，但是拍出来还好啊。这个就是那个 Mivo 要做一些调整。BOSS 我犹豫 ，Smooth 360跟飞宇 SPG 带，主要是直播哈 ，FB 直播千万要注意一点哈。SPG Live 拿一支过来哈，这你一定要买 SPG Live， 为什么？
不能买 SPG 哈 ，SPG 它的有外漏线，有断裂的可能，比较吃亏。那 SPG Life 呢？它直播是这样拿的，那石墨石直播是这样拿的，你这样是能播多久呢？想请问你这样能拿多久？通常这样拿手在这里靠着，两只手舒服舒服，播前面播后面都 OK。但你这样子拿着播，哦，你会变歌手萧煌奇哈，哦，那个麦克风会这样一直拿着，这手会受不了。啊，哦，那个知识大致上给大家一个理解哈，吴正贤希望这样你有个了解。哎，正贤，你好像在网络上有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刚刚在那个，刚你在 YouTube 问的问题，你可以上来，我顺便这边回答你。然后我待会把 SPG Live 跟 Smooth 2呢 ，Smooth 360跟你做个比较。再来就是续航力哈，飞宇的 SPG Live 的续航力呢长达六个钟头，那 Smooth 2呢？肯定是没有到六个小时哈。那另外在这个其他的优势方面，大家待会儿跟你讲一件事情，直播有时候要低脚贴地的时候，要拍一些比较特殊的角度 ，SPG Live 这样一下来就行了，石墨石办不到，石墨石它怎么拍都是这个高度，好，大概这是有一个差别了哈，有个差别。好，我们外面的平框比较大，你到外面去设好之后再进来。那Verb， 因为我现在这里的环境非常的糟的地方是说，我们这里基本上是大楼的中心，大楼的内部比较没有外靠，所以我们的那个基地台呢打进来的情况并不理想。好，这个东西相信大家已经昨天见识到了，这很重要的东西啊。哎 ，Jeff Lau 老板有这种主观视角，那种像之前说抓宝可梦吗？哦，这个简单啦，那个简单，那种直播的话就是两款哦，一种就 Verb Ultra 30，就刚刚那个王董在弄的那一个，那再来就是用 Insta 360这个，哦，这种，哦，这种也可以做主观视角，因为你就它画面可以一下切看自己，一下看别人，哦，这个是，哦，这种直播。来，先生，你看手机的结果哈，你会发现他在拍 Miro 很厉害，在拍荧幕的时候他不闪烁。对，刚才就有发现到。这是很不错的地方，大部分摄影机在拍荧幕的时候都会闪来闪去。你公姐不会这样子一点。好，那珠宝这边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两个之前录的一些 demo， 对不对？一样用一个平板，漂漂亮亮的平板，哦，然后上面贴的那个保护镜，记得是不反光的保护镜，贴上去之后拿来做所谓的子母画面播出，一来主控性好自己操作，二来播哪看哪里，主持人自己决定，不要让后台来搞，你就会在 Miro 产生子母画面，再来字幕，因为 Miro 现在字幕还开放 ，Miro 要上字幕要花到多少钱呢？$799，832424000，那24000花下去整合到 notebook 之后，可以上字幕上 logo 两台 Miro， 那两台 Miro 什么观念呢？一个是拍全景，另外一台我在这边操作的时候 ，Miro 在拍这里，我在这边弄东西的，特写，那两个都是高画质。那现在 Miro 虽然也一样能拍特写，但是呢，画质就没有像一颗 Miro 全画面这么漂亮，因为一颗 Miro 全画面它本身的 sensor 是 4K 的，那 Miro 本身透过切割隔放的方式呢，来处理，自然就会有画质劣化的现象。当然都还在直播时还能接受。那几个重点要注意，就是当 Miro 直播的时候，那个直播完的那个存档好像大家都没解哈。直播720，然后存档的时候看运气。我有时候他 FB 给我720。哦 ，FB 是有时候会这样。看心情对不对？但他的那个机子里面是。对对，那它有几个结果，你丢 FB 的当下肯定在两格以上，手机两格讯号以上都是720流畅，但是呢 FB 它那个就要看它的心情了，我有时候连续两天都给你存720，那心情好得不得了，720好漂亮，在手机上很完美，可是呢它心情不好， FB 一个不爽了，它就给你降到480，但是记得播的时候要把它点 HD 或者点360，画质在手机上是 OK 的，那直播不要再想说我在电脑那种客群，那种客群一直在萎缩中，你想想看谁会为了要给你看直播开电脑在那边给你看，那种主动性是已经在消失了，只剩下三层两层，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我们这种手机拿了就开了，开了播了播了就好了，播了不看了。一个也环保了，因为开电脑那么大一台在那看个直播，哦，开喇叭有诶无，你立刻过来连线了。嗯，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哈、哦嗯、，PC 强弩之末了。那现在的族群你就要设定它是在手机，不要再去贪心它的漂亮度。那怎么讲它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当我要在电脑上播出的时候，荧幕那么大，我希望它完美。嗯，好，那是不是就要播到1080？哈、哦。嗯，甚至于更高，千万不要做这种贪心事。你为了那个少部分的族群，你去把它频宽加大的结果，就是我在这边播 Tera 的一个 Lady 卡卡，嗯，哎，哎，卡卡 delay， 真的，嗯，很严重。那你或许会说，我不会啊，阿林刀就频宽卡大嘛，100/100嘛，好、嗯，100/1002800块啦，家家户户刚人开去，嗯，我为了看个直播，我去拉2600多块的线。那个好像有点怪怪的，我公司也才拉那个线，那么多人用还有剩，嗯，正常人不会去拉他去看1080为了直播，所以呢，现在最，那有这种人啊，哈，那人家在播东西就给你杵在那里，不王董他妈一天一骂真的是，好了。好，现在是 Web Ultra 30的那个直播。那因为你去麦克风试音，那我你跟你讲，这个小孩我教的他从小带到大，他麦克风试音就是喂喂喂，你写靠背哦，你除了喂你还会什么？他妈得了失语症啊！叫他最后呢，叫他改善一下，来一二三，那就一二。一二，他就不给你三，哦，那要从一数到十呢，他就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哦，他是专干这种事情。那声音这个试过了吗？好，那各位呢，现在双直播哈，双、哦、直播，你那边耳机监听得到吗？这边到那边有吗？好，那这里我们监听看看哈。哦频宽不够呢，啊，不是啦，这一只要拿过去，这个距离，啊，记得哦，蓝牙耳机的距离没有那么远，现在距离大概6米，好，你拿到那边去放，好，你在那边一二三啊，求求你啊，好，抱歉哈，Smooth 您在演示可以配合 App 左边按钮拉远拉近。我用 FB 值的拉 FB 可以用那感上拉下去。这个什么是360跟 SP 基带哪一支给我？现在人很多哈，我看有点类似 MIMO 官网 demo 主菜那支影片，两台搞定节目的感觉。是啊是啊，这个东西就是 MIMO 的话，你只要将来公司愿意投资的话，就是一台大概40000多块的 notebook， 再配合一个。嗯，好，那刚刚声音正常了哈。王博这边声音有没有杂音？这里一定要展开。我欢迎下标咨询，专业的产品一定要找专业的客户。我只能说小孩子的聪明哈，那让你没有办法想象，他没有办法讲话，可是他却有办法用科技来解决他沟通的问题。他马上把 Google 小姐给你别掐出来，靠背嘞。重要的是我们提供大量的接案机会，欢迎合作，商品店面众多，卖他保有经手该商品的最后决定权。蛮聪明的，对对对，就这样。那可以的，他可以直播吗？还是要按？他会一直人播吗？让他播到没电为止。啊，那大家看哦，现在这是 Web Ultra 30，在频宽够的情形之下，画质非常的不错。那但是它又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后面再跟大家剖析。那目前 Web Ultra 30呢，买了这个 Web Ultra 30之后，它最大的核心价值在于，就是说它可以创造的东西很大哈、哦，就是它可以做成这样的直播。那这样什么直播什么概念呢？
啊，它可以播出这样的一个水准的东西哈。就当你如果有那种特殊需求，它可以播出这种东西来，就是说很平稳、很平顺的一个播法，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steady cam 的一个运作方式。啊，这个大家昨天看过，我们来看一支新的哈。啊，这也不是新的。好，会不会 Ultra 30在这边哈？好。好，接着下一个问题。首先呢，我已经把这个手机用到山穷水尽了哈。王博，你可不可以你的手机借播一支呢？再借一支来播，就是我要直播那个脸书。你不能再拿那边了，那边不能再拿了。啊，一二三四，啥拍摄？无王董伫咧，我煞煞真正无法度做事。开脸书准备直播，然后你。你娘嘞！你这什么语？什么语啦？我又没有泰国客人，你给我弄什么泰文？我跟你讲，你只要播这段泰文，我卖到一件东西，我钱全部给你，绝不含糊。那你播泰文啦，你看有够天才，你看会有么多呀？说不定我也有泰国粉丝哈。帮我打。SP，Smooth2 直播。可是你要先连蓝牙到这里来。这是连蓝牙还连 WiFi？ 哎，现在客人的要求是说。Smooth2 呢，连线手机之后呢，要直播，直播可不可以 run in run 啊？啊，你来来，你说，你跟他说，跟他说，不能，大声一点，这边不能。吴碧贤，吴正贤哈，吴正贤拍摄，能不能？不能。啊，王董说不能呐、啊，原因是什么？因为 WiFi 已经被拿走了 ，APP 又不一样。Smooth2 呢，本身是一个控制照相功能的一个 App， 那么它在，你叫泰国人先下去好不好？换日本人啦、啊，好不好？日本客人蛮多的。那把它置顶拿掉，置顶拿掉，置顶掉。我没有说过二十几，没有，那时候缺货，那时候缺货，你可不可以再改呢？好了，你去重新抽完这里给我了。啊，吴正贤，那个，因为 Smooth2 呢。或许你在 YouTube 上面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人脸辨识系统，然后会跟着走的，那个是配合一个三轴稳定器。那个是叫 MV3 哈，目前还没有上市，因为不急啊，等对手有动作我们再做。哎，那个我们已经玩很久了，可是说真的，你是第二个问，一个是北京来的那个王董，他有问，再来就你们家，他会跟着主持人自己走，他配一个笔，配一个 sensor 笔在那边。但是说他成熟吗？说真的，我有另外一个观念、我其实间接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稳定器装下去之后，嗯，摄影师也不用了，导播也不用了，他就跟着你，就自己，他就可以 take 了。嗯，那我们怎么办？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拍片的怎么办？我不能够一直在让科技这样子一直复制到最后，那剥夺到一些工作机会。我也有我的保护意识在。我们家有一堆摄影师啊，我也要为他们考虑。我不能做一个东西让这个职业消灭。当然短期是不会的，比较高阶的拍片它一定是有，但是这低阶的拍片你要让初学者有一个起来的机会。但是如果说我那个自动摄影机摆下去，比放在这边，它就跟着你一直拍了，那初阶的摄影师将来要做什么？那么会影响他们进入的门槛，所以这东西不是很急，因为有点就是说，好着家己去害着别人，这生意嘛未做。咱台湾这样正规摄影师，我咧估计有12000-12500个人。所以那个部分目前还没上市。我可能不会让他上市。可是你在 YouTube 上面，我做的是 Vivo 的人脸360度跟踪哦，不是手机人脸跟踪哦。我是说 Vivo，Vivo、欸。Vivo 对，就是 Vivo 啊，嘿、嗯、，Vivo 的360度人脸啊。嗯，他还在配一个三轴稳定器啊。对对对，看一个 sensor。那个现在有吗？不能卖。哎、欸，不能卖。是啊、哦。我知道很有噱头，但不能拿来卖。嗯嗯因为我在 YouTube， 我们也是看到那个 YouTube 的。北京那个先生也是看了就飞过了，那个飞机票订了就来了。是是是是我在线上问，都在问这个，我连回都不回，他就直接杀来。所以我们目前 Vivo 就只能做固定式的。固定式跟那种的跑步式的、移动式的，对，移动式和遥控式的，我可以给你遥控式，但是我不能给你自动追踪。哦。哎、欸，自动追踪真的会取代部分摄影师的能力。哎、欸，那个东西不能让它实现。然后架收音跟补光的部分。收音补光，那如果是架在那个上面吗？哎、欸，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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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帮你实现。那重点就是说，你移动有这需求。移动有需求，因为我们那个主持人他会动来动去。好，那我们都不是专业摄影师，所以说留个饭给专业摄影师吃，先聘请专业摄影师去那边驻点服务，然后每个月工资大约是8664，每班3000，便宜。哎、欸，你要听我讲，摄影师这3000块赚的一点都不贵，跟大家解释。第一个就是当摄影师他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前一天已经在工作了，甚至前好几天都在工作。他构思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必须 study 看样片，跟你开会，然后去帮你搞一天赚你个3000，还好，很合理。那况且，我跟你讲，在那个法国，我们的客人去那边出差，结果摄影师不够，一天6000欧元，一天。6000欧元，所以我们这边是便宜的，而且这些摄影师的专业其实都是累积了十几二十年的功夫在这边运作，所以合理，好吧？那在这边 Vivo 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Vivo 就 Vivo 当然你们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是三脚架，收音的部分呢？像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无线的有无线的，在 M8 这边哈，嗯，这是目前是最成熟，可以两个人，嗯，哦，你要四个人也可以，你要四个人，到最多可以到六个人。就是那你刚才那个蓝牙耳机是在听？那蓝牙耳机哈，就是、你说不能离太远的那个？那个是那种直播是运动直播哈，运动直播的部分是在用在比较什么啊？我那是它也是同时在收音嘛？对，我这是一个那个飞行伞运动的那个爱好者，他们在弄这个东西，嗯，那希望能边飞边播，也最起码不要都是风声。因为在那个飞行伞直播的过程当中，只有风的声音很吵，哎，就不舒服哎，那就加入了蓝牙的耳机的元素，让它能边飞边讲话，顺便介绍飞行伞的注意事项。那 Vivo 本身它在户外的收音状况，在户外的收音状况，灾难两个字，哇，哎，大家麻烦到 YouTube 去搜寻我那个Vivo-10，嗯，那个在外面简直就是会变成什么声音都收到，基本上是靠北了，哎、真的是
磨耗。所以在办公室像 Boss 现在这个环境的话是没问题的，非常不错哦。原因就是说你看我旁边是马路，嗯，那我旁边是马路，我用了这一支，这一支是性能比较差的，因为这支才100多块钱，嗯，那我喜欢它，因为它比 Boss 还大只一点点哦，比 Boss 高它大只价高追价大低呢，所以这个就是 Boss 比 Boss 还大只的那个麦克风啊！你来买的时候记得认明，比 Boss 还大只的麦克风。嗯，那这支麦克风呢，声音的清晰度，来，我们请你鉴定一下。那我可以开大声一点点。现在大声还是小声？有大声，有大声，有大声。好，那清晰度来讲，清晰度来讲，这个东西叫做救命麦克风。为什么呢？当你有时候在直播到一个环境，它的那个噪音很严重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无线麦克风挂掉的时候，这叫预备麦克风，插上去，在这个范围内四五个人讲话对着它的 ，OK 的。好。它同时有两个，好，你继续听，回音的原因是因为被你这边跑，我连我这里都听得到那里声音，好，那回音的用法呢？还有一个用法呢？我这样子教大家哈，干扰了哈，这怕电源，固い絆に思いを寄せて肩に尽くせぬ青春の日々時に湧き続き还可以卡拉 OK 、哦、那原因就是这里太近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开得太大声，这个东西不能开得太大声，麦克风不能开得太大声，耳机不能开得太大声，耳机不能开太大声呢，监听的时候呢，只要有微微听到声音就行，那就不会有回音，就不会有回音，好，这先关掉哈，那再来你们，我现在给你们听 Mevo， 来，来，你耳机戴着，我帮你让你们听 Mevo。现在是 Mevo 的声音哈，哦，得跟他菜鸡啊，休息，刚休息一下哈。嗯，有了。好，现在就是菜市场的声音了哈。嘿，你好，热华又来了。好，即马收差哈。我跟你讲，我家已经算前哪里大车了哈，基本上是主音完完全全都没了，就没有了。嗯。啊，就没有了。啊。所以办公室收音，这个还能挡一点点。直接用 Mevo 自己的声音，那如果你如果 Mevo 直接收音是在最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嗯，哦，因为 Mevo 它本身有散热的声音，嗯，里头会发出那种散热的声音，风扇声，好像是，因为它会叽叽呀呀，嗯，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呀呀，好，来再来就是直播稳定器哈，嗯，Smooth Two 好东西，哈，续航力就没有 SPG 带这么强，那么这支呢？为什么说直播一定要买这一支？因为这一支优雅，这一支这样拿着直播，哦，那直播的时候这支灯不能放这里，会过重，哦，直播的时候灯不能放这边。我们有一个叫我挺你二代灯，哦，我挺你二代灯夹在这上面播，哦，它就挺你了。那相信大家知道，就是说很多的时候直播呢，我们的角度是不够的。好，再来呢。好，360度自己播，好，你这样摆着呢，它会360度自己转，啊，也是这个是一个行业上的一个创举啊。按一下，我看一下，它会不会自己转？好，按一下，打横，然后直直的播。哎 ，Hello， 你们那个什么单眼的麦克风借一支给我。单眼麦克风。对，那个你们短短的一支乐华的，嗯，然后插在单眼上面的。一支900多块，那支指向麦克风，超新型的。好，借一支给我，帮你试试看。OK， 我就每天都用它，帮你 try。哦，最主要是那个，对了，拿一支过来了。单眼麦克风。对对对对。因为你们东西很多，你们都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们没有人帮，没有真的其实没有在推啊，大家不知道。哦，那如果有一些麦克风呢，我这里每天都要试三支，是，好不好？都拿过来，我这边 OK 的话，就顺便帮你跑。好，好，这叫360度自己直播，没有人这样播了哈，这样播基本上是脑子有问题，脑子进水。好，按一下，
那听我讲哈，我还是得实验一下，就是说我的石墨石兔装上去之后，那么你先连石连志云柱志云的那个卡梅拉，你脸不要这么鸡掰好不好？你骄傲什么东西呢？乐华的业务吗？嘿 ，Mars 蔡，哎 ，Mars，Marv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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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是乐华的人吗 ？Marvin 是你啊、喔？不是。哦，不是，我刚刚跟乐华的业务在讲话，来，你帮我连好。好，这个东西是这样，大家看好、啊，你要直播要有一个这个功能。谁家有嘛？你告诉我谁家有嘛？哦，谁家可以这样的呢？地球上就这一只啊。嗯、哦。不会撞车的，我告诉你，全世界这里都会撞，到这里就撞了，有的连撞的机会都没有就卡蛋了。好、哦，它这是全世界活性最大的。王博，你不要这样拿过来，你再做一次，你再做一次。我们做生意不可以这样跟人家比较，这样人家就看出来太好了。你要留点面子给人家，你不要这样子。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懂吗？这库存还很多，饶了我好吗？好，这边看啊、哦，这个的重要性哦。哎，你在云林哈、哦？嘿，你好，你好 ，Marvin 啊、哦、，Marvin 你在上班吗？还在翘课？还在翘班？很多人呢、啊，记得教大家怎么听 Boss 的这个钢筋哈啊。Boss 的钢筋很简单，你就是耳机戴着，然后戳在那个耳机里面丢进去，不用看 Boss 怎么样，用听的也够，听的也够吸收的哈。哦，现在大家都流行上班的时候就是戴着耳机听 BOSS 拉力赛，哎，是是是 ，BOSS 拉力赛越拉越精彩，再来哈，值得。那通常都是要再加一颗这个来直播，一个播要加两颗，一颗播自己，另外一颗播对方，啊、哦，这样子呢，这一颗可以让四个人进来，这样子这样摆可以放四个人，嗯。可是呢，如果你不装的话，通常两个人会跳画饼。一个人跳画饼，一个人跳画饼，啊、哦，所以说直播的部分镜头非常的重要。哎、欸，妈咪，你上班哦，对不起你老板呐、啊，真的对你的老板很不好意思。哎、欸，不过很多人看我的直播是因为工作需要，好、哦，他们公司规定要看的，这是真的，因为他是在学这一行的，他们公司说你这个时间你就看 boss 的直播，再把它整理给老板这边知道。哎、欸，有一部分的这种客群，哎、欸，谢谢你们哈、哦，谢谢。有的人是看 boss 的直播是因为是工作需要，他必须在上班时间看。那看完之后帮老板写报告。是 MIMO 本身没有外接电源啊 ？MIMO 本身有外接电源哈、嗯，它的行动源，第一个你可以在它的小颗的这个地方哈，插行动电源，另外一个洞哈，插在那个电池行动电源或者墙壁上面。嗯，它附了一条很长的线。嗯，连好了吗？等一下 ，Smooth 连上了它的智云之后就不能直播了。那你可那吴正贤，那就大概你的问题就是已经获得解答了哈。那 FB 直播呢？不行，像你那样用哈，不行像你那样用，就是说你想要直播还录音录到，确定不行？如果可以，王董会负责的，你们放心哈、哦。王董呢，在这边，王董，来，王董。哦，如果呢，如果可以哈、哦，王董会负一切责任哈、哦。王董对不对？好、哦，王董他很够小，他就说，对，你用石墨石兔直播呢，不能录音录到，对不对？不能嘛哈、哦，不能录音录到，所以说你只能乖乖的直播。好，那现在再做一个差异化的了解哈。哦，因为直播分成几个重点，就是说你们将来也要面对，我会有一个东西，就是手机三镜头直播，嗯，哦，一个手机可以播前面，播后面，再顺便播哪里的，播桌子上的东西，啊、哦嗯，也是一样害人的东西，嗯，害到人的东西，所以呢，玩一玩就赶快把它封存了，好，这个直播叫优雅播，有没有？再带点猥亵的表情，哇，专业，啊、哦，专业。好、哦，你拿嘴开开这样播，
哦，人家知道这摄影师业余。好，那握起来呢舒服。再来呢，怕累吗？很简单，买个伸缩杆捅着，扣在肚子上面，会累你就要看医生了，好不好？啊 ，boss 劝你啊。还有就是，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了哈，因为她始终尽力而为嘛哈。87怎么样？87，干杯气，反应不过来，要不要害死？啊，这个吐上去之后，你摆在肚子这边，会累就是要看医生了。好，如果会累，也要问你太太是不是因为你太太造成的哈，这两个都有关联的哈。好，再来，我们准备测试下一支。那么这一支呢，目前我们可以开通的几件事情，就是它可以加热靴。好，那这两支都是表现相当优异的作，这个的当代的这个稳定器作品。这两支都是当代表现相当优异的稳定器作品。同时呢，这两支都可以加伸缩杆，可以派到隔壁阿嬷。这伸缩杆最多6米，其中有一只叫小五一号，长达7米，哦，小五一号长达7米，哦，那个主人在那边，哦，全台湾最长的一只在他身上，哎，我告等哎，差不多两层楼半哈，哦，小五，那只有不到两层楼半，7米应该有吧，反正很高，好像空拍机拍了，哎，那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玩的人不多，都职业在疯狂哈，哦。我们自己本身自己玩一次就吓到了，说哇那么高，走在路上那个窗子里面的人都拍得清清楚楚，后来就不敢再玩，因为我们没有，好，哦，这个东西是这样，可以这样结合。好 ，Smooth Two 呢，现在优惠中 ，Smooth 360优惠中，这个都是一样的东西 ，Smooth Two 加 Smooth 360。那叶蛋，你今天有带什么来吗？有，我今天也有带啊，来看什么厉害的，打开来我瞅瞅。支架跟兔笼。哎，好，在那边组装好，待会拿进来。好，啊，待会有厉害的东西哦，要跟大家瞅瞅。啊，同样呢，会有惊人的价格告诉大家哈。好，这边了解了吗？像他那一只是可以额外再加这种。可以，那这一只可以再加三脚架哈。对，加三脚架的用意告诉大家。王董事长，麻烦你帮我连线，告诉大家这个遥控波，好。什么叫遥控波呢？今天大家各位精彩了哈，承蒙两位苦主现在在现场啊，问的问题挺多的。那也透过这两位苦主呢啊，我们也这边帮他做一下解释跟说明。那为什么叫苦主呢？因为看 boss 的直播呢，播着播着新台币就到这边来了啊，所以 boss 每天 all money pay me home， 那么就会造成苦主现象。哈哈，开个玩笑啦，不要，因为有时候都讲粉丝有点太抬高自己啊。那讲苦主呢，大家都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努力的一份子。来，请说。我是那个徐先生，我报价台。好，那边柜台那边哈，哎，谢谢。好，那个这边呢，随时都会有插播哈。那现在这边连线好之后呢，就可以就是做所谓的那个。好，大家再解释一件事情哈。这边呢，会有一个现象，我先关机，你待会再连。这边太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装一个东西叫 boss 的杠杠。这 boss 的杠杠呢，也就俗称的这个稳定器的威尔刚，哈，哦，因为不举嘛，是不是？不举呢，你就是要装 boss 的杠杠，就俗称 boss 的俗称稳定器界的威尔刚呢，哈，哦，这装上去呢，不硬呢，就微软了哈，哦，不硬就微软了。是这个道理的啊，哦，那个有在稳定器的世界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装镜头的方案，因为装了就毁了，装了就完了，就掉下去抬不起来了，或者是电力很快就挂了，马达很快就烧了。因此呢 ，boss 的杠杠在这个时候起了个作用哈，哦，所以又称之为 boss 的杠杠，称之为稳定器界的威尔刚的道理就在这边，你必须装 boss 的杠杠，全世界会计师限定。好的，那会计师最大的精神价值就是在说解决大家的问题与麻烦。好，王博麻烦帮我改一下那个直播的那个画面哈，主要就是遥控好了吗？遥控很简单，你在这边操作给大家看。那我要往上提吗？好，来各位看一下哈，你要强制将它的遥控打开的时候是这样的，往上拨，先熄火哈，先熄火。
好，再来。然后它会一下子再往上提哈，绿灯，棒，这叫 WiFi 强制启动中。那强制启动之后呢，王博麻烦到这边来开一下那个，飞宇的 setting， 飞宇 setting， 开下去之后你就可以给它遥控了，哈、哦，这个产品呢搭配了 BOSS 的杠杠呢，形成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运作形态。这个好，只要王董在呢，通常这个只要王董在直播一定甩太啊，是一定甩太的，很少会正常的啊，只要王董在都会这样的。好，那么跟大家解释哈，这只是给 iPhone 用的和一些比较窄的镜头。嗯，那 Samsung 的特色就是它镜头已经很广了，它做的比一般人都广，所以呢，如果你是三爽牌的 Note 系列，建议就是可以不用考虑广角镜，但是这广角镜装在另外一边是有用的，它的自拍的那一部分确实是蛮广的，不需要装啊，那会浪费钱钱。那再来这边，好，待会遥控器弄好就很简单哈。vivo 主菜。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个，我使用 Xbook 手机 App 直播，通常拍秒介绍，习惯横幅画面，所以 Boss 一样推荐 Speedline。哎、欸，那一样，为什么你知道吗？哈，那个庙宇的部分 Boss 拍的还可以，你可以多看一下哈。那稳定器的部分，如果说，因为你是拍秒啦，再来是直播的话，你通常都用不到稳定器里头的 app、哦、通常用不到稳定器的 app， 因为你用的是直播的 app， 那直播的 app 跟他们是 不搭的，是不搭的、哦、那我这边会考虑，就是说我的智云 Smooth 360可以在马达装热靴吗？当然可以、哦、只要是怪机师版本的都可以上热靴、哦、怪机师版本都可以上热靴，连不上没有关系，我们晚点再连。原因很简单，现在发了疯的事是什么事呢？全部都是 WiFi 了，歪的一塌糊涂了哈，歪的牛鬼蛇神，歪的唧唧歪歪了，整个都是 WiFi 的天下。好，那大致上它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让你形成一个遥控的状态，自拍的状态。好，以上大致上就是在这边好跟大家介绍。那我告诉各位哈，我推荐这一支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支我们跟大陆沟通很多。你看它的滑顺度，它特别 Q。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当你拿到一个稳定器，它是呈现这种很硬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基本上那只稳定器你就千万不用考虑。为什么呢？它拍出来会，Michael Jackson。但是摄影的世界当中并没有这样的运镜，这样的运镜只会出现在监视器。OK 了，你如果拿到一只稳定器，它的左右 pan 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那你就辛苦了。那拍出来的画面都不会是你想要的，哎，好，接下来我们公平起见哈，我们还是要试一下 Smooth 给大家。同样的一个原则哈，装这类的稳定器一样哈。Oh money pay me home, Oh money pay me home， 你的那个稳定器就会源源不断的把钱赚给你了。好，7G49下哈，这老梗了，老梗了就不拿来用了。再来，我不装。那再来那个吴正贤哈，稳定器要注意一点哈，就是要补光啦，因为手机的拍摄上的亮度有一定的限制。
山是脚架，是脚架，是脚架吗？对。哦，当行动电源挂上来之后就可以用了。上面就拍下去，啊，下面没有，下面的上面才。王董还在直播吗？那边？对啊，下面就是电池，哦，下面是电池，可以接耳机是吗？那还有一个是那个。王董播里面，拿进来一点，讯号尽量靠近这边，找个角度播到这边来。建议补一个灯，不管你拍什么，灯是一个存在感，好吗？好，是对人家的一个尊重。好，你拍人，你不打灯，你干嘛呢？你拍别人，你不打人家，帮人家打灯，那不就是叫人家做白工吗？是不是？好，倒不是这道理。打灯有很多的用意，拍一个存在感嘛，哈。再来，你要找一支稳定器可以做这件事情，看仔细哈。要能直播的时候找一支稳定器，叫左右开工。原因很简单。这牵扯到几个专业，要告诉大家。因为有的耳机孔在这边，有的耳机孔在那边，你装着装着发现你耳机孔会被阻塞，麦克风孔会被阻塞，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你看我这边可以装，我这边可以装。老板，你买稳定器记得几个原则，第一个，能不能一个用一个按钮就能够把水平修复，能不能哈？第二个，续航时间够不够，有没有到四个小时以上？第三个呢，它能不能做这件事？再来，稳不稳？看这里哦，就顺呢。那么外面的是这样子哦，其他牌子会这样。好，低脚，低脚。再来这个孔呢，非常的重要。这个孔呢，这个洞洞哈很重要，好，跟女朋友一样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洞。今天刚好有人问到了哈，我们就给他敲了进去，加一支麦克风，增加它的存在感，增加它的存在感。哦，今天有位先生问到，教大家几种架灯的方式，架麦的方式。串音哈。好，赶快赶快，来这边还有问题吗？要不要开报价单呢？要么问题，他不会有错误的，这个东西不会让你投资错误，记得 MIMO 是投资哈， MIMO 绝对是投资，他不是消费，哦，他绝对不是消费。好的好的好的，那个因为 MIMO 再开一套报价单，含灯光的吗？对，还有收音。哦，收音哈，哦，好。那刚才你还没跟我解释那个脚架。脚架啊，就是你的稳定器。就在你在这边。这一支。就这一支。那麻烦你脚架的部分的全解析哈，哦，麻烦你看一下昨天的直播，有一个叫 MIMO Pro 版装机，MIMO Pro 版装机那里头有完整的解说。好。嘿嘿，所以它可以再加装这个在上面。对对对，挺好挺好。好，那么这一支装下去之后呢，厉害牛逼蛇牛鬼蛇神，怎么说呢？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哈，装在这下面，你也可以装在这个洞洞。那这个洞洞还可以再分成两边，千变万化，怪机师版本限定都可以帮你处理好。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装上去之后呢，麦克风怎么搞它哈？来看，记得麦克风要装右边哈，啊，为什么麦克风装右边呢？这跟我们人在路上走的习惯有关系啊。
我们人是不是要靠右行？哦，麦克风当然也得装右边嘛，是不是？没有啦，鬼扯啦。麦克风装右边，大家跟你解释，就避免穿帮嘛，好不好？麦克风装右边，避免穿帮。妙宇要帮你推荐 SP 盖吗？欢迎哦，那个 SY Chen， 你是我们的铁粉哈、哦。那一个300多块的那个 SY Chen 哈、哦，一个300多块的那个热靴，这个热靴呢，你来现场找我，好 ，Boss 送给你，好 ，Boss 送给你300多块的热靴，这个，啊、哦，全世界只有我有，不客气的讲，全世界就我有这东西啊、哦，你来 ，Boss 送你，好 ，Boss 送你。谢谢 SY Chen 哦，不离不弃，每天报道，然后帮我们做一些这个怎么讲呢？互动哈、哦，非常的感激，感激不尽，痛哭流涕啊，是不是？好，讲到这里了呢，好，麦克风加上去。有杂音麻烦通知我们哈、哦，因为我一直在动那个线，我一直在动麦克风线，我一直在动麦克风线，好、哦。这一支7980吧，哎，有现货，好，然后各位这样子直播呢，存在感就发生了哈。那你如果觉得麦克风太突出呢？啊，我教大家一个方式啊。来，不用到那个你的那个管子。好，看好、哦。按两下。好看哦，面向那边。这样子呢，有效缩短这个的距离，好、哦，就能够。进行直播了，好，下一个 Smooth Two 跟大家解释，好，现场人很多，我要去办别的事了。SPG Live Smooth Two 手心手背都是肉，强烈推荐。SPG Live 还真不错，因为大家有看到哈、哦，这个动作，它会卡住，所以它没有办法做超低脚，它没有办法做超低脚。那性能也相当，这 Smooth Two 的性能相当的不错哈、哦。那 Smooth Two 呢，我们没有报 Boss 的杠杠提供哈、哦、，Smooth 只有飞宇我们有做 Boss 的杠杠，其他家的我们就没有了。哦，那 Smooth Two 呢有做什么呢 ？Smooth Two 有做 Boss 的图压，好、哦，什么叫 Boss 的图压？这边有个图压，加上去之后，你要加几颗镜头都可以给你，好、哦、，Boss 的图压。好，打开。这一支是去年的产品，这一支是去年年尾最新的产品，目前最拼的产品。好，这个的直播看一下啊、哦。他要这样播，这样播听懂没有？偶像式的播法，歌手式的播法。你这样播播十分钟，你还能够手还能够举，我真的说你厉害。我现在已经在靠酸了。这样播十分钟，你行，叫你师傅。但是呢，稳定度都在播重之间。啊、哦，我看点，稍微硬了一些。啊、哦，它的那个作动稍微硬了一些哈、哦，但是呢，稳定效果都差不多。但是这一台，这一台呢，可以很顺的，买回去就很顺哈、哦，买回去很顺。如果不顺，就是那个要进去那个调整，要进行调整。好、哦，这帮那个吴正贤哈、哦、做好了这个比较跟差异哈、哦，还有顺便帮那个网络上一个杜先生哈、哦，教他怎么弄这个装置哈、哦。这个装置呢，只有现场购买哈，49元，这个东西，这颗云台49元，好、哦，你不要叫我记哈。哦这个东西只限现场优惠服务哈、哦，这一颗东西，这颗云台，好、哦，那云台本身还要买一些小料件，那个部分我不知道多少钱，好、哦，我不知道多少钱。
那料件都便宜的，在这边东西都不会贵。好，以上这两款，再来下一个问题哈。好，那我这边先收播，服一下现场，晚点再 跟大家说明。等一下，乐华的东西先来，等一下进来哈，我现在打第二趴。